攻读大学正式翻译领本第282页，圣歌济公活佛持训。黄母的原孩坠卧山山坡，哭喊不愿降尘受折磨。说好了幕后为天承诺，期待着团圆天伦同乐。荒芜漫世道悲苦的开拓，字里红尘母子却两个。6万年轮转浮生坎坷，天真的自信几人记得。降到挽救迷失的元佛，在人间的修炼升华正果，学习找回真心，我心不再堕落。同时与母永聚极乐，荒芜漫人间悲苦的开拓，字里红尘母子却两隔。6万年轮转浮沉坎坷，天真的自信几人记得。降到挽救迷失的元佛，学习将真理人间散播。今世修今世成，切莫再蹉跎。回天的歌声守住来河，回天的歌声守住来河，调济天路，与济母子团圆。济公活佛此训，释放内心纠结的过往，才是对自己真正原谅，让心灵单纯的如在天堂。要在情义中学习进化成长，站在同理角度来思想，空虚的心灵假装坚强，因为受伤才会过分武装，感同身受才能够关怀帮忙，做人间的太阳，化解了寒霜，带给人勇气啊。没有，我妈说你会买。哦，是啊，没关系，下午再买。因为我昨天在讲说你会买菜。好。好。武装。智慧方向升华了生命的宽广，热烈燃烧自己之后，温柔退场，做人间的太阳，重生的曙光，唤醒沉睡的心愿与希望。愿众生喜乐的梦想传承永续，下个天亮再次发光。相信自己能够，自己充满大力量，知命立命，奋不顾身的勇往，乐观开朗，正面能量，努力认真付出必得无限回响。调济挡不住的太阳，雨季助人间的太阳。284章子第二段讲领导者的好恶心，要公正公平，要以人民的好恶为好恶，要有度量，能任用贤人，要有决断力，能摒退小人，要做好公心，用贤退小人，才能保民安民，利益国家。经文：情势越弱，也各成端端兮无他计。其心修修焉，其如有容焉。人之有计，若己有志，人之厌胜，其心好之。不知若知其己，诸事能容之，亦能保我子孙的名。上亦有利在，人之有计，貌其无止，人之厌胜而为之，必不痛。是不能容，亦不能保我子其名。亦曰待哉！文人放流之秉烛斯以不以同中国者，谓文人能安，能无能？见贤而不能举，举而不能先命也。见不善而不能退，退而不能怨过也。好人之所恶，恶人之所好，是谓福人之性，在必待福生。知云：乐之君子，民之父母。民之所好，子民所恶之，此之谓民之父母。注释：情事内容是记载秦穆公因为不听宰相简叔、百里奚的劝谏，出兵袭击郑国。当军队回到瑶山的时候，中了晋国的埋伏，全军覆没。为此，秦穆公相当后悔自得。自责，于是做了此事，向群臣告诫。书经《周书》的篇名是在军旅中告诫约束将士的言辞。孔子说，从情事这一节到诗云乐之君子这一节也是一个大段落。中心思想讲的是好恶的道理，讲当国的领导者好恶的心必须是公心，而且还要以百姓的心为心，这样才能得民心。情事这一小节所说的，在讲当国的人如果能够为老百姓引进贤人，知人善任，而摒除不贤明的小人，这才是公心为天下，不用私心好恶去评量一个人才，也不因为自己的偏见而忘了真正的人才，这样才能够得到万民的心而保住国家。当国的领导人如果好恶心，不是公心天心，没办法做到敬君子而退小人，那么一定是引进了小人，反而摒退了君子。
小人会嫉妒别人的才华德性，小人一心想要贪得地位利禄，一切的好处都用在自己身上，这是自私自利。领导群自私自利，老百姓就得不到恩泽，反而会受到苛政、暴政的伤害，人民离心离德，国家一定保不住。所以在上位的人一定要谨慎好恶的心，不能伤害到老百姓的心，断断诚实忠贞的样子。其心修修焉，其如有容焉。领导者最可贵的是心地善良，心胸宽大，有容纳别人的度量，修修美好善良的样子。孔子说修修有容，讲的是一个人心像虚空，像山谷，这是真正能知行用贤举贤的领导。心胸宽大广大的领导人能够礼敬贤人，也能够赞叹欣赏别人的才能，于是天下有德有才能的通通会归向他，这就是有度量的人，这是可以保民立国的条件。反过来说，在上位的人如果嫉妒心很强，分别计较的心很重，嫉妒别人的才能胜过自己而伤害别人美好的德性，那么天下有才